店家，送财的来了。是使臣，饶命啊，大人！我们是商队，不是汉朝使团的。中国东汉时期，北匈奴控制西域诸国，不断骚扰侵犯河西走廊北部边塞。永平十六即公元74年，奉车都尉窦固于天山大破匈奴呼衍王之后，奉旨派遣从事郭循、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，联合西域诸国恢复西域商路，断掉北匈奴臂膀。三个都是娱乐奴，每个1.5吊，便宜了。汉奴有，看看这两个汉奴，身强力壮的，5个吊子。三个吊子，再加10只羊。三个吊子加10只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归你了。没想到我大汉的工匠，在此蛮地，竟沦为猪狗不如的奴隶。走吧，司马大人。5个吊子，
这三个汉人我要了，不要生事。哎，你出多少钱，我就比你多一个吊子。司马大人，我要定了。司马大人，你这是何必？这位大人，有一个汉家女子，绝顶货色，要不要？带上来。汉家大官的女儿，八个吊子，或者50只羊。我要！司马大人，不要胡来呀！四种官银可是要落罪的。刚才那五个吊子是我自己的军饷。听着，我最多还有三个吊子，再给你加头骆驼。我出八吊子，归你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甭说了。等等，我再给你加把宝刀。木头。诺。哎，行了，哎呀，这别，哎呀，这，哎。天山匈奴呼衍王的佩刀，值不值八个吊子？哎西，这大人，不敢，不敢，这汉女归你了。打开。木头。诺。骆驼留着，把三个吊子给他。遵命。大人，把钱分给他们。遵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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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用谢，同为大汉子民，怎可沦为匈奴的奴隶？你们放心，西域定会恢复商路的繁荣，此等事情再也不会发生。好了，赶快逃命去。谢谢大人，谢谢谢谢大人。恩人，对朱院跟随鞍前马后，若恩人嫌弃，吕珠怕是会再次落入恶人之手。跟我走吧。司马大人今日的举动，着实有失官体。为我大汉子民施以援手，怎么就失了官体？救了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带回一个来？司马大人，你难道就不懂红颜祸水的道理啊？红颜就一定是祸水吗？没准还是知己呢。哎，成何体统？怎么也想不到你出身如此世家，所以投笔从戎了。那女子确实美得缠人，咋能是祸呢？闭嘴！赶紧走！
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30多人，带头的跟匈奴人打过仗，还有战利品。班大让我给你送些衣服。哎，大哥，请问大哥，恩人如何称呼？黄金500斤，玉璧20对，丝绸50段，绢50匹，茶叶20担，瓷器100件。另外，本朝王后还送与鄯善麻衣努尔王后珍珠1斗，金饰50件，珊瑚树1对。王后，待与汉朝同盟时，奴婢可否回汉？恭请鄯善王陛下、王后陛下笑纳。国殇使，免礼。本王恭谢汉朝大皇帝。汉使团千里跋涉，辛苦了。下官在出宫之时，太傅大人言已同陛下议定汉朝和鄯善国永结同盟之条款。太傅大人现已将条款拟好，还请鄯善王陛下一阅。一共来了多少个人？36人。堂堂大汉帝国，来我鄯善国缔结盟约，来了区区36个人，这样不是大国风范呐！鄯善王陛下是在讥讽我大汉无人吗？国殇使，实在是多虑了。本王的意思是，我鄯善一代战乱迭生，尤其是北方匈奴幽流单于如饿狼般觊觎环伺，如此险地，36人汉使团还能扬马高歌于此，是为大汉朝之英雄。中原到我西域，路行艰难，国殇使，你们一路上也辛苦了。我已经派人在驿站备好了献给汉皇的美酒，你们早一点歇息。国叔，本王一定会仔细观看。陛下，你如此这般，我可如何交代呀？先回驿站休息，好吧？郭大人，咱们还是听从陛下的安排，暂行歇息吧。国王陛下、王后殿下，我们先行告退了。司马大人，这可不行啊！司马大人，鄯善王态度激变，肯定受了匈奴威胁，咱们多说没什么意义。我敢断言，现在匈奴使团早就到了，而且人数装备都比咱们多。他不敢得罪幽流单于，就敢得罪咱们大汉天子。匈奴虽然蜗居漠北，可他们是邻居。你看那个鄯善王，优柔寡断，举棋不定，肯定先紧着那些大的结盟嘛。鄯善小王，
竟敢引我大汉磨磨唧唧出尔反尔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直接宣战不就得了？快着点，搬在梅子家呀！还有了，走，都给我搬好了。为何要搬出都城？身居都城太被动。弄不好，单善王受匈奴的指使，会对我们下手。他敢，我借他十个豹子胆。郭大人，出了都城，咱们的生死就跟单善王没有关系了。这！撤！王爷，汉使团进城了。胡说！牧童来信说，他们在坎镇已经把汉使团杀光了。牧童将军可能杀错人了，汉使团已经见了单善王，而且汉使团中有一人藏有天山呼延王的佩刀。斗固的人，王爷，杀了他们。秃驴，找到他们。哎，走！哎，那个啊，不，哎，小心啊！赶紧给客人上水去，快！哦，好，传到这儿，到那儿吧。哎，客官，我这就给您打水去。哎，好。招秦牧楚的小人，跟朝廷说的花团锦簇，转眼就狼心狗肺。哎，一定是匈奴单于给了他们更大的力。会不会是我们送礼送少了？大人，您的上房安排好了啊。兄弟，嗯，帮我搞些山上美酒，这一路上口淡得很。谢上使。等等，你知道我是汉使？我以前在都城驿馆当驿吏，后来被赶出去了，使团我见多了。哎，匈奴使团下榻何处啊？西门外。啊，他们的铁骑很威风吧？那是，180骑，看着就瘆人。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吓唬他们，最好把他们吓回单山都城。秃驴，知道为什么在整个草原上只有狐狸是狼唯一的朋友？因为狐狸让狼成为整个草原所有生灵的敌人。杀几个汉狗轻而易举，我要让陕山人杀汉使，让他们跟汉人成为永久的敌人，这才是我们奉献给单于最好的礼物。王爷，还是你厉害，萨满不但赐予您伟大的神力，还赐予你伟大的智慧。王爷，嗯，不知道匈奴铁骑何时离开单山。哎，他们不会是在等我们吧？36:180，1:4，不对，1:5。哎，形势不妙啊！果说盟约未定，即使逃回去也没法交代啊！让单善王派兵保护咱们。郭大人，你急糊涂了吧？他要是敢保卫咱们，早就签订盟约了，何至如此啊？那就赶紧走，归汉。
郭大人，你先别急，行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人，匈奴的铁骑全都围上来了。什么？匈奴来了！近段时间回不去了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有皇命在身，你不一样，来去自由。糊涂无私擅自包围汉使团，应该阻止他们。他们在城外已经打起来了，就算是血流成河，也和我们山山国没有关系。就让汉使团自生自灭吧。撤兵了！撤了，不一定是好兆头啊！行了行了，周少元、金兰树，快！战死三人，重伤四人，咱们处境不妙。师长，收拾行李，赶紧走！等等，恐有陷阱。时间也得走，这样吧，我大人在前面，郭大人和班大人居中，师长你来断后。诺，走。二百年出使西域者，九死一生。哼，这下我可算是领教了。王爷，近来可好？不好。汉使团在陕山城里肆意活动，
你们破坏了与匈奴之间的友情。一百多年了，汉使经常出没鄯善。二司令，你们不可以总在汉人跟匈奴之间来回摇摆。本王愿助你们一臂之力，让鄯善王有机会到黄河岸边去放牧，如何？报！王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把通往中原的所有道路堵死了。知道了。请转告鄯善王，你们到驿站去把汉使都抓了，然后拉到宫外，当众把他们杀了。如此，匈奴将永远是鄯善的兄弟。王爷，汉使团没死，那我杀的谁呀？你这个蠢货，你这个瞎眼狗，连羊和兔都分不清，你还有脸来问？告诉鄯善王，我希望明天在太阳落山之前，你们要把汉使团的首级交到我的手上。大人要出发了。出发个屁，往哪儿走啊？姑娘见谅，心燥，出言不逊了。大人帮我赎身，绿珠跟着大人就是奴婢，挨骂也是自然。早知这样，就不带着你了。哎，我听他们唤大人班副使。我姓班，名超，字仲升，关中扶风平陵人，在窦固都尉帐下任假司马，家父班彪，家兄班固，妹妹班昭，都是史官。唯独我，纵马漠北，立志歌戎。大人不必多说，能救绿珠，自然能救使团。英雄是天命。曾有人给我摸过骨，说我额头如焰，颈脖如虎，飞翔食肉，乃万里封侯之相。丽珠听不懂，但知道不是赖话。好了，轻松多了，这里轻松多了。轻松了，是不是就不怕了？怕还是怕的，只是不乱了。多谢姑娘。快点，草料都备足了，没用的东西都扔掉了。哎哎，班副使呢？班副使吓傻了，搂着小娘们哭呢。哎呦，谁啊？大敌当前，不能自乱阵脚。你给我等着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那个，别笨手笨脚的，抬过去。好，酒桶别弄洒了。那边，快！这是何人呢？汉家商人。大人，我是关中商队的，姓刘，名厚。我们在坎镇被匈奴人追杀。那你是如何逃出匈奴人的刀下的？必须必须装死。哎呀，兄弟，你流血过多，恐怕我们没法把你……别，大人，我
身上的血全都是别人的。对了，我们都逃不出去了，匈奴人把回汉朝的路全都堵死了。司马大人，司马大人，你有何良策呀？既然回去的路都被堵了，那还当真没有逃生的机会了。难道我们就在此等死了？等死也是良策呀。我早就说过，汉使团在都城外被杀，鄯善国是不会理睬的。但要是在鄯善国都城的官办馆驿里被杀了，那他就难逃其责了。哎，等咱们死了，后人再来缔结盟约，那可当真是畅行无阻了。平生，我跟英立誓，要死就死在战场上，怎能死得如此窝囊呢？班大人，你够狠！我国军坦言，实在不愿意就此牺牲。我看呢，他也不敢。我看胖子说的对。再说了，你班大人也无权决定我们的生死啊！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我们不能死在这儿。是啊，不能死在这儿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我家呢。我们要回家，不能死在这儿。回家，我们不能死在这儿。回家呢？是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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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朝远，匈奴近。陛下，我们还是先杀了汉使，渡过这一关吧。陛下，杀了汉使，汉朝会派兵。不杀汉使，我们的孩子也回不来呀。陛下，他们绑架哈茨不是为了杀了他。目前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事儿。我们杀了汉使，便绑在匈奴的战车上，永远被他们奴役。永世不能翻身。一百多年前的西域商路给予鄯善的荣华富贵，那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。匈奴人自己封路，如果汉使逃走了，跟我们鄯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还有办法逃吗？当然。小路崎岖，森林茂密，绕远，但可以回到汉朝。好，好。马和骆驼都走不了，所以殿下在森林外给你们准备了马匹，从小路穿过山林就能看到。感谢王后的大恩，在下一定如实禀明圣上。王后，可否帮忙照顾我们的四位重伤者？都是汉家子弟兵，不能留在这儿。带上他们，出不了森林。这好，交给我吧。请。好吧，这下有救。班大人，美丽女奴，味道如何呀？啊，
我不吃人，没尝过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敢问阿尔斯兰大人，这匈奴使臣到底是什么样？哼，左都王忽图乌斯，他可是吃人的。兄弟们，好好养伤，等我回来接你们。废什么话！走，我带你们走。啊，胖子，赶紧把这酒带上，这可是献给圣上的，什么都可以不带，这酒必须要带上。恩诺，不许带，酒不能带走，人必须得走，就算是父母兄弟也不行。你试试。听着。伤了我也会把你留下，我伤了你也要把我留下，知道吗？大人，你说话算数，到时候一定要来接我们的。一个时辰前，森林里有条小路可通峡谷回汉，时间紧迫，山上士兵孱弱，追不上啊。聪明，两边都不得罪啊。就是要让我们跟汉使团交恶呀。啊，听着，你们如果拿不下汉使团的脑袋，我们就要你们小王子的脑袋，明白吗？滚！那来，南梦通，去森林的路你熟吗？跑过千万次，我带骑兵走大路，在峡谷口截杀他们。好，秃林，哎，你选三十个勇士跟在后面追，你跟木图两个人东西夹击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住。好嘞，记住，你们要交给闪闪人。让闪闪人砍他们的头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王爷，来。大人小心！哎哎哎哎！哎呀，咱们走了多远了？不到二十里。哎哎哎！这大人，停！哎，怎么了？郭大人累了，不能歇啊！你行了，就算是有追兵，赶上了天都亮了。大人，这样吧，林子前面就是尽头了，我带几个兄弟给他去找马。啊，快去找，快去找！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快！哎呀，走！你没事吧？我要是死，我也得跟上你们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我们商队39人可全都死了，我不能死在这儿。你得保我命啊，大人！快醒醒！哎，怎么了，司马大人？有追兵，而且骑着马，这里不是跑不了马吗？大路应该就在不远处，王后把我们骗了啊！是啊，马上派人找甘英，让他带着马向东引我们。快走！啊，走快！
都四处看看，查仔细了。那边，这里，这边没有汉狗，去那边看看。是。这里面没有汉狗，去树林里面看看。是。走。快撑。匈奴人恐怕要追上来了。木头，你保护绿珠快走。胖子，你保护郭大人和伤兵快走，其余人留下。走，走，走，大人，快，快，跟上，散开，弓箭手准备，全体戒备。把我们给骗了。森林外是一个峡谷口，里面还有一队匈奴人马，不等我们出去，恐怕他们会杀进来。走，赶紧走。没有马往哪儿走？回汉朝，用脚走回去。甘英，你还有多少人？我就二十几个人。好，咱们就在附近设伏。你胖子，你带郭大人、吕珠还有刘后撤到林子里。这是出去找死吗？哎哎，干什么你班超？你不过是个副使，郭大人才是正使，轮不着你在这儿发命令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就是个奴才，能说话更轮不到你。
甘英，你是卫队长。满大人，你瞅瞅，我这满共也就20多个人，这还5、6个带伤的，追兵最少有40，个个都兵强马壮，怎么打？啊！都给我听好了，投降是死，跑是死，打也是死，你们自己选。陛下，王子回来了吗？条件不变。匈奴人是不会放过汉人的，在匈奴人面前，把汉使……明白。将军，汉狗就在里面不远处。那你怎么没把他们抓来？就我们几个跑出来。对老母，还有未满月的孩子呢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你我不能死，我真的不能死，安静点，你放开我，我不能死，我真的不能死，闭嘴，我不能。这混蛋吓疯了，我不会把他给杀了吧？没事，把他杀了才好呢。绑上。
甘英、木头，带几个人到峡谷口，记住，一定要抢下他们的马。诺。马上把尸体埋了，不要留下痕迹。匈奴武士死在鄯善，我们说不清楚。是。让开！王爷，但凡鄯善国有点姿色的，我全给你抢来了。胡说，王爷，我没胡说呀！不信你上街转转，还有没有比他们再美的？鄯善王后貌美如花，难道你没见过吗？王爷，那是王后啊！王后，王后不是女人吗？那好，王爷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找人把她抢来。不用，好酒不怕晚喝嘛。木头回来了没有？哦，没有呢，放心吧，就那几个汗狗软蛋，还不够木头磨牙的呢，说不定这小子可能遇上什么好货色。这两个留给我，哎，其他的分给弟兄们。谢谢王爷，谢谢王爷。大人，让他们的仪容朝向东方。伤口浅，没伤到筋骨，抹上药，忍下啊，应该一天就封口了。有了玉珠姑娘了。此去汉朝还有多远？少则千里。哎，我们有马了，明日天一明，快马加鞭。鬼心似箭呐！郭大人，不知我们可否不回汉朝？不回汉朝？去哪儿？鄯善。啊呸！速死你去！班超，你是当今天下第一大疯子。郭大人，我们离开大汉千里跋涉至此，为何？行星变化多端，我等又能如何？如今啥也不为，就为活着。回汉朝最少有一千里路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没有马料，匈奴人在后面追赶，我们有逃生的希望吗？逃出一步算一步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杀个回马枪，完成使命。你还是想牺牲啊？不想，我只想杀了匈奴使团。咱们死伤近半，能拿起刀的也没几个。匈奴人死伤也不少，逃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杀回去，出其不意，则我暗，他明。痴人说梦，呸！甘英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吧，还是逃吧。能逃到哪里，算哪里。啊！死了七十个匈奴人。汉使呢？下落不明。完了完了。
孩子回不来了。他们不会对王子怎么样的。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说的倒轻松。王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永远都回不了汉朝了吗？这轮不到你操心，我自然有我自己的办法。你们说，鄯善人到底想跟谁结盟？自然是大汉了。匈奴人残暴抢掠，鄯善人怎么会跟他们呢？所以，鄯善人也想让我们杀了匈奴，帮他们过上繁荣富庶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行。但是他们不敢跟咱们签盟约。咱们把匈奴干掉，他们自然就敢了。西域商路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。你就闭嘴吧。拜见王后陛下。护图王爷，请你把哈斯王子还给我。我还没有见到汉使的人头呢。汉使跑了。跑了？跑了，那就去追呀。王爷。请你把王子放了，我留下来当人质。大人，班大人找你。使点劲儿啊！甘大人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封妻印子，造福后世，才不枉为人世。张骞、苏武、常惠，这些人都是从西域走出来的。我敢说，再过三千年，他们必定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二十对一百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啊，你错了。我们杀了那么多匈奴人，他们必定分兵来找，我们趁机袭击他们的营帐，所以不是二十对一百，而是二十对五十。只要我们干掉匈奴使团，那鄯善王必定站在咱们这头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如果我们成功了，那大汉的西域商路便会昌盛西域，我们也会流芳百世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那你能说服郭大人吗？郭大人就是个文官，他从吃奶起到现在连刀把都没摸过，让他跟五十人拼命，他想都不敢想。咱就不告诉他。甘大人英明。郭大人不识途，咱随便整个方向说是洛阳城，他都会信。甘某深受国家恩惠，如此欺瞒郭大人，实在是于心不忍呐。你这是在帮他。郭大人身为朝廷命官，办事不力，朝廷必追其责。一旦我们成功了，郭大人还能沾沾咱们的光呢。甘某愿听班大人教训，万死不辞。我跟着甘大人。好。父王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儿子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父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儿子。我回来了，父王。陛下，王后留在匈奴使团当人质。什么？赶快召集军队，包围他匈奴大营。陛下，请冷静，使不得呀。他们胆敢扣了王后，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我们把汉人已经得罪了，再得罪了匈奴人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再说王后现在在他们手上，万一他们撕破脸，我们就好了。
别说了，气死我了。大人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回汉朝啊。汉朝？这不对啊。你小子伤好了是吧？好了，大人，没事。木兔这个混蛋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他在干什么？王爷，我带人去帮他。不，我们现在孤军深入一国。兵力不能再分散了，你现在就去觐见闪闪国王，告诉他限期一日，让他找到木图，消灭汉室。不然，我就请单于血洗闪闪，我还要跟闪闪王后结婚。是。鹏哥，这打水呢，这是。滚！哎，这好像不是回汉朝的路啊。哎，滚回来！哎，怎么了，鹏哥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鹏哥，这班超和木头是要害死咱们。滚吧滚吧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我不弄死你，你就得弄死我们。哎呀，这些美酒倒掉了，实在是可惜啊。啊，跟上啊。什么味儿啊？啊，就是这种臭糊味儿。这儿的水不一般，一点就着，而且比通油着的还快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？班大人之前说过，史书里也有记载。好啊。阴云密布，转眼也就变天了，也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回到汉城。如果我们死在这儿，你我也算一场兄弟。哼，死不了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忍一下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们回去。小心！哎，老师，郭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回汉朝的路，有追兵，要迂回前行。班超，你勾结匈奴出卖朝廷，胆子也太大。郭大人，你陷害我。他做过匈奴的奴隶，你不敢否认吗？你身为朝廷官员，贪恋美色，出卖朝廷，罪不可赦。你凭什么说他是奸细？有人看见他跟匈奴人在一起了，是他说的吗？是我说的。半年前，我看见他在娱乐，跟匈奴人在一起。大人，我家人只是跟娱乐人在一起做生意。大人，放手。你终于承认你在娱乐了。出卖汉朝，充当叛徒。我不是叛徒，
我从来都没有出卖过汉朝大人。把他俩绑起来。大人，杀了他们，免得他们蛊惑人心。你敢？我看你怎么跟窦固大人交代。大人，他们会害死咱们的。大人，他们晚上不会真的把咱们给活埋了吧？罢了，能与大人共赴黄泉，也算是随了绿珠的心愿了。别害怕，我谅他们也不敢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送回家的。没有家了，父母兄妹都被匈奴人杀害了。如果我们出去的话，你去哪儿？跟随大人，为妾为婢都心甘情愿。那为什么不是为妻呢？我又没媳妇儿。丽珠不敢有此奢求。大人，我帮你把绳子咬开。胖子，范大人呢？死了。班超图谋叛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去匈奴的路，不是回汉家的路。姓班的想带我们投奔匈奴。大人，不是去匈奴，是去鄯善的路。你闭嘴！甘英，我郭家待你不薄啊，你就这样对我？兄弟们，班超谋反已经被我处理，你们不要受他的蛊惑。班大人根本就没有谋反，他是想带着我们杀回鄯善，杀了那帮匈奴人，给鄯善国签订合约。绿珠是匈奴奸细，班超被他色诱，已经投敌叛国，你不要执迷不悟了。大人，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。甘英，把木头拿下，就地正法。大人，安东安律，军前违令者，杀无赦。住手！我要杀回鄯善，跟匈奴人拼了。胜，跟鄯善签约；败，埋骨西域。你们自己选，是跟我走还是跟郭大人走？这里离大汉还有一千里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沙漠。我跟班大人。大家加把劲儿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轻点放。但愿别像张骞、苏武被困塞外十几。不好了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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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这木头啊，有点男子气概。有内奸，木桶不会自燃，定是有人故意放火。放开他！着火之前，有人看见他来过这边。我没来。谁看见他来过这边？我。你看见他点火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他刚刚过来，火就着了。大人，我没来这边，他撒谎，我没有放火。把他捆起来。大人。根本就没有分开，他们的马全都在。一百个睡着的人，形同死人。胖子，哎，我家大人让我过来帮你。你们家大人呢？只是说去搬救兵去了。烧死这么多人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等老子潜入匈奴营里，把睡觉的全给干掉，都用不着你们放火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轻功太差，吵醒匈奴人就麻烦了。我跟你去。别扯老子后腿。一旦我们暴露，马上放火。走。把我当人质，逼迫单善杀汉使团，彻底破坏善汉关系。出这个主意的是阿尔斯兰，我想他是为了让你们和匈奴人自行了断。你穿好衣服，外面不管有什么声音都不要动。今夜我们要灭了匈奴人。汉朝派兵了。对，大军已到，你千万别出去。什么人？有刺客！有刺客！他们暴露了。
准备放箭，点火。正好，我要拿你的头去换王后。是你们王后即便出卖我们在先，如今我们舍生忘死的杀匈奴，你却落井下石。好一个昏庸的山山王！好啊，拿了我的人头去交给他们匈奴人，我看你换来的是安稳繁荣，还是杀戮奴役。王后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误会王后了。少废话，如果班超消灭了匈奴使团，你将如何说？把刀放下。草原，下马，快点！我知道你是动孤的人，你这算什么本事？
撤！难道我们把匈奴人都给杀了吗？班大人，我们之间的盟约今天可以签约了。多谢陛下。多谢陛下。王后殿下，我的伤兵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我会把他们都送到驿馆的。多谢。这。汉永平十六年，汉使班超不辱使命，与鄯善国签订永结联盟条约，打通了前往西域商路的第一站。此后31年里，班超作为汉使，陆续与西域50多个国家签订盟约。永元12年，班超年迈归国，此后不久。